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背后有一个团队非常专业，模特到化妆到背后的整个制作过程都是还是比较专业。然后我知道你每天下午就是一整天都很忙，有那个 cocktail， 然后也有就是一个 presentation 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又9点好像要心情很如何？心情还是非常激动，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这个展示能够得到大家的。这季的灵感是哪些东西？这季灵感呢，我们是叫城市之光，城市之光，对，反映就是说可能一些在一些在现代的城市里面一些柔和的一些质感的一些服装，那么适合于现代的这个女性，在轻松中呢，又柔弱的质感。然后总共有几件衣服是你这边？我们这个总共这一次大概表演不到30万。然后接下来下一季你有没有打算再回到我们这一次目前感觉还是到现在为止感觉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看看就是展览完之后我们要看继续看看情况。对，很希望你可以再回为我们亚洲人争光。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来亚洲。对。也是能够展示中国时装品牌目前的一个，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知道前几年都有不一样的，像去年是男装，然后前年是女装，所以很希望可以给我们看到。对，然后希望你跟我们讲一下说你的名字，然后你很高兴来的。我是哥迪斯品牌夏国清，很高兴来到纽约时装周。